告诉我为什么？我想知道你的一切。哇，你这个好特别，好特别哦！船船，对对，然后哦，小船，我是从别校走的。哦，然后我们哪个学校？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就不喜欢的走过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平常的兴趣就是打球跟剪头发，剪头发。我不想头发太长。怎么样？这次两袋几秒钟你可以给我吃？没有，我要给你吃啊！那你先走啊！哎，我去福利社好了，走。好，去上课了哎。哦，干嘛啦？好，我以为是下课的时候。辛苦你们了，拜拜。